好啦，嚟到2022年嘅第一期榜单，即系第七届第六期 VIP 音乐榜单。首先由 VIP 推介歌曲，苏志允嘅《巴斯光年》，何婉莹嘅《错到最后还是对》，蔡健雅嘅《Photographs》，陈奕迅《I Want》。好啦，跟住要报榜啦。第十位有战神风暴古古萧秉治 Julia 吴卓源。第九位有小明的不再想你。第八位有五月天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第七位有 Sketch 的其实我是一个演员。第六位有李大卫的青春不散场。第五位有李友廷的赶快去睡。第四位啦，有路云娜的《我的故事》。嚟到季军歌曲啦，有苏运莹的《夜色让人思考》。亚军歌曲有胡芳芳的《散学典礼》，而今期的冠军歌曲有 Dr. Jane 的《今晚我主场》。